个闻闻看。生火腿，我给口。那儿。注意，このゲームには暴力シーンやグロテスクな表現がちょっとだけ含まれています。ご注意ください。有暴喜及猎奇场景。哦，呀，睡不着吗？这样也没有用吗？是吗？没事的，我在你身边的。能快点康复就好了。啊，对了对了，今天我念故事给你听吧。你问是关于什么的？既有趣又奇怪，又令人悲伤，又涩涩的猎奇的那样的故事。所以，到底是怎么样的故事？既奇怪又令人悲伤，又涩涩的又猎奇。我想你会喜欢这个故事的。那么开始吧。莫名其妙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木盖西木盖西有个地方的一名高中女生，名字是季夜。有一天，她来搭乘电车时，季夜，我要回家。今天是哥哥回来的日子，所以要赶快回家。已经好久没见过了，好想赶快见到他。就这样。ZXX 移动选择方向键 Shift。好。死鱼眼的女生讨厌坐电车啊。发型新潮的女生，你不也讨厌坐公车吗？公车那才是最糟的，令人难以呼吸的交通工具。那什么才是好啊？自行车，很累人啊。啊，真是。哦，我看到辣椒，这是什么？辣椒？辣椒？辣椒可以干嘛？不懂。要睡一会吗？好像只能睡了。好的，睡着了。起来了。奇怪。终点站，摩给口。啊？终点站，摩给口。哎，这个车站？哎，莫名其妙。所以我要出去了吗？走了。这个车站是什么啊？我从来没有听过某给口这个车站。自动贩卖机，混合鲜汁、橘子汁、鱼翅汁，我都不要，好奇怪啊！没有车站工作人员，是如此偏僻的车站吗？不。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车站名。总而言之，先过去看看吧。和生火腿和好吧。生火腿开了一个洞。狂把辣椒放入意大利面的组织，
招募会员中，你也想要成为辣椒派吗？详情请致电圈圈圈叉叉叉圈圈圈。这是什么组织啊？开了一个洞，有张纸夹在地上，广告而知，有位女高中生进来了，女高中生上线，不懂，女高中生上线了是吧？每月一日到三十一日是生火腿日，吃生火腿的世界和平，调和宇宙调和，宁静止水，诸行无常。每天都是生火腿啊，整个莫名。真的是这个呢，生火腿大促销，生火腿大促销，讲的吃到饱，一小时800日元，可以一个劲的吃饺子吃到饱。莫名其妙，这是什么？得到了生活腿，开始走。哦，然后这里是哪？你赶紧给我了解生活腿，生活腿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真是，若不提交，先知怀孕，小杜鹃。什么东西？这也太脏了吧！奇怪，防灾火焰喷射练习会，一起来放火吧！无需参加费，只要能把喷火的东西带来即可。直接放火叫，这种感觉像是某种奇异的组织啊！直接放火叫。这是刚刚的结果，真是令人期待呢。Mogeko Trust， Mogeko 的城堡，前方3公里。Mo， 因为文字缺失无法阅读。腰酸又背痛，这样的你就需要生火腿。不，要生火腿干嘛？感觉到一股视线。呀，眼睛好怪异哦。哎，刚刚有什么东西？是我的错觉吧？你在欺骗自己。谢谢小姐，怎么在欺骗自己呢？每星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日都是生火腿日，吃生火腿吧，生火腿最好吃。一路上到处都有奇怪的海报，到底有多喜欢生火腿啊？总觉得快对生火腿产生饱和意识饱和了，语义饱和。像是地图的东西，但是看不懂，用什么样的语言写呢？用写书写的，想吃饺子。某给口，真是莫名其妙。这里绝对有古怪，为什么会到这里来呢？你是掉头吧？啊？有怪物吗？哎，什么？哇哦！摩羯，摩羯羯。摩羯羯，摩羯羯。说话了。同样笑得如摩羯。你很可爱呢。什么？你是女高中生吧？我跟你讲，最喜欢女高中生了。哎，我给。明白。呀，好多、哦。我给。
もげげ。もげもげもげ。什么东西？もげ担当、いいことしよう。看もげちゃん做一些好玩的事吧。我才不要、哦。没事的，这第一次的孩子我会很温柔的，对吧，大家？你们恶拼呀你！别停下来，快逃！咦、哦，现在可以记录哎，记录，碰碰看好了。就给我们了啊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件吗？快走，反正有记录。这条路也太长了吧？好远哦。店长，体力真好。到头了没啊？你有点久，哦，到头了。不见了。这是在做梦吗？我是在坐电车回家的途中吧，只是这点和平常一样。我已经混乱了，啊，真太莫名其妙了。我明明没有时间在这种地方闲逛的，怎么办？手机也没有讯号。只是掉头回车站的话，那黄色的东西又在那里？话说回来，那黄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啊？整个莫名其妙的系列讲。可是他会说话，到底什么？那个地方也好，那些黄色东西也好，为什么要抓我？为什么？目的是什么？怎么办？冷静一点。那个是。我给口的城堡是吗？哇，好大的城堡，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城堡。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奇怪的形状，有灯光，有人住在里面吗？会不会告诉我如何才能回家呢？不，一路来尽是一些奇怪的事，这些城堡和住的人肯定也很，可是一直在这里不改变现状，而且那些黄色的家伙们也会追来。他们应该不会在城堡里了吧？总言之，只能去看看哦。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所以，开始就讲。有血，还好吗？血？对面好像有什么？有尸体？脑子都要不正常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在做梦吗？他已经死了，为什么会死得这么凄惨？是被谁杀了吗？到底是谁？哦，到城堡了，又是生活腿，生活点，生活腿满地捡，很好，好了，我先记录。先试玩一下而已。